我们现在开始上课，从认识化妆品开始。化妆品一词 ，cosmetic， 源自于古希腊。他们技术的课程，意思是说，估计就是来糊弄我们骗公司钱的吧。发扬优点也是缺陷，从而达到一个美容的目的。我相信大家之前可能对化妆品都有一定的了解，不过我们今天要比较从基本的一个方面对它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了解。 根据2007年8月27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一个化妆品标识管理的规定，化妆品是以涂抹、喷洒。那位学员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你凭什么早退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蒋老师，我临时有点急事儿，可以先走吗？不可以，回去坐下。为什么不可以啊？ 既然大家都是来走个过场的，又何必互相为难呢？你强行把我留在这里，听你照本宣科的读这些毫无营养的科普知识，有意义吗？听你意思，对我教的内容很不满意啊。哦，原来你心里没数啊！在座的各位都是从各家分店前来学习的。 为的就是2周内学会实操，回去好给客户提供服务。照你这个讲课速度，我们明年都上不了手吧？所以呢？那又怎样？所以，你会你的培训费，我敲我的课，我们俩互不干涉。但是，你要非要计较什么出勤率的话，我也可以考虑向公司反映一下你的授课质量。你好像对自己能力很有自信啊。你之前在外面学过吗？ 没学过，但是我至少分得清干货还是水货。行，那你给我化个妆，你要是化得好呢，我今天就让你翘课。当真？ 当然，你要是画的有模有样，说明我的课对你没有意义。你想怎么翘课就怎么翘课，我也会听你的意见，调整教学计划。但如果你要是做不好，没什么做不好的。开始吧。我没带什么化妆品，所以我不限主题，不限时间，把你会的都一一露出来吧。 你跟谁学的？没学过，我自己想的。根据你的脸型还有五官的比例，加上一些轮廓的光影效果，我觉得这个桌面造型最适合你了。不过你要是还喜欢你原来那个样子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毕竟人和人之间的审美水平不太一样。又是五官轮廓，又是光影效果，你之前学美术的？是又怎么样？ 我可以走了吗？
这就是生产定位器的厂家。对，手机里那两枚定位器应该属于定制产品。出于保护商业机密的考量，这种大公司不会轻易提供客户信息。那要不咱们报警，就说我们被跟踪了，让警方管他们要资料。那警方一定会问你手机是怎么来的。难道你要跟他们说是许敬阳给的？那你要怎么跟他们解释许敬阳呢？穿越。 那我们怎么办啊？会用相机吗？看不起谁呢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助理。虽然说是自媒体，也该有个专业的样子。带上相机，我叫你拍照，你就照办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 就这样，经过了8个小时的救援，这条搁浅的中华白海豚终于获救了。救助人告诉我们，之所以能够及时找到这只海豚，正是因为它的体内在1年前植入了一款定位器，而这款定位器正是贵公司生产的一款产品。啊，对对，这的确是我们公司的产品，我对它有印象。钟主任，您也知道。 中华白海豚一直享有海上大熊猫的美称，能够救助这样的动物，实在是为了保护濒危动物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所以，能不能了解一下，贵公司当时与相关机构合作的一些情景呢？这是好事啊，我们公司的产品能帮上忙，我们也很高兴。但这款产品应该是7、8年前吧。 我们公司给人定制的，好像的确有一家实验室来找过我们，好像他们不是搞动物救助的吧？您还记得是哪家实验室吗？我记不清了，要不你在这儿等会儿，我去趟档案室。啊，好，麻烦您了。 如果定制方是实验室，那一切就说得通了。怎么个通法？你想啊，万一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时空穿越的实验呢？但以目前科研水平推算，全球还没有哪家实验室能够掌握时空穿越的技术。人家科研内容都保密了，你当然就不知道了。再说了，他刚才说的那个实验室。 12，我记得112094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归档了，怎么不见了？啊，你把监控给我调一下，啊。
们是他接待的客人，你让我们过去呗。不行，你们不能过去。我们是来做采访的。那也不能过去，警察说了要封锁现场，谁也出不去。回去吧。不能就这么走了，江小媛，有话等下再说，先离开这里。钟主任亲口说了，他记得那枚定位器，我们想要的答案就在这里。而且偏偏这个时候他出事了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应该是有人想阻止我们查到真相，袭击了钟主任。你是说，有人查到我们来这里，抢先一步把钟主任给……有人跟踪我们，他们在监视我们。上次我们反定位他们，被他们给察觉到了，然后脱身了。这次来重庆，我们也没有带定位器，他们还是跟来了。我害怕啊。别害怕，到目前为止，他们除了阻止我们查到真相，还没有对我们动过手，不是吗？你说他们是不是想杀人灭口啊？会不会最后我也会被……先别自己吓自己，钟主任的事情我会再去确认，只不过接下来的调查确实不适合再让你参与了。他们的目标是你，带着你我们恐怕永远都找不到真相。那他们会不会对你也下手啊？我不继续调查你怎么回去？那你答应我，如果遇到危险一定要报警。先离开这里。你什么时候回洛杉矶啊？过两天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那个公司你还会继续查下去吗？回洛杉矶前，我会在每天吃夜宵的时间过来找你一趟，顺便告诉你调查的最新情况。好，那我们保持联系。我先回去了，拜拜。向小媛。啊。那天强子告诉我，定位器的有效时长只有一年，一年之后，定位器就失效了。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有效时长只有一年？或许。你是说？既然定位器的有效时长只有一年，那实验的时长也不会超过一年。一年以后实验结束，我就能回去了。对，一年之后，即便你没有查到任何真相，你也很有可能会被传送回去，就像许静阳那样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一年以后我就能回去了？只是合理推论罢了。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吧。嗯。但我还是会继续查下去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找到许静阳。那你要小心啊。放心吧。喂，楼上，有人跟踪我，帮我。
我密切盯一下北辰集团负责人在医院的动向。怎么还没来？他不会真辞职了吧？是他自己跑的，今天不敢来也正常。就是不知道一会儿来个什么样的，要是一会儿真来个严的，咱们可就没法摸鱼了。对呀、啊，那可怎么办？让你们失望了，今天讲师还是我。不过鉴于昨天江小媛的表现，我调整教学计划，跳过理论部分，直接进行实操吧。你真厉害，江三居然真的为你让步了。今天讲话梅，时长两分钟。你们看好后，上来里眉笔吧。江小媛，你不在台上做示范吗？示范不应该你做吗？你不敢。我有什么不敢？你上来改坐吧。他画什么眉形？标准眉。那我要换个笔。你手上那个笔有问题吗？颜色不对，亚洲人肤色偏暖，灰色作为冷色画在脸上会显脏，我要换一支棕灰色。你换。我有个问题很好奇，你之前学过专业美术，怎么跑去做头发了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想干化妆这个行业吗？哇，江三，不要说你唯独唯。画好了。眉峰位置偏了，眉头太宽，该淡的地方浓，该浓的地方淡。重画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不服气？没有，你说的对。画好了。眉腰太宽，眉尾太短，左右还不对称，重画。
好了。不对。好了。不对。好了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好了。下去吧，我没工夫跟你浪费时间。这是你昨天给我画的眉，你觉得有问题吗？眉峰位置外偏，眉头宽度太窄，上色层次不够，左右不对称。底妆呢？你觉得我皮肤太白，给我加两色号，但是你脖子和耳后根本就没带到，从侧面看就像抹了一层灰炭，还有你那拙劣的眼线和发际线，我还要说什么呢？不用。化妆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容貌进行修饰，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别人容貌加以评价，更何况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没资格在我面前秀你的偏见。就你画这些鬼东西，真以为自己昨天赢了吗？你这是输不起。出去，扰乱课堂秩序。出去。上课。明天上课，我不想再看到你的脸。你为什么赶我走啊？你输了，条件我开，还需要理由吗？你跟我打赌，不就是为了不让我翘课吗？以后你的课我都不会缺席。江小媛，你上不上课关我什么事儿？我承认我是有点自以为是，昨天那个妆也确实有瑕疵。不是有瑕疵，是一文不值。怎么就一文不值了？你怎么这么针对我呀？就你这水平，你还不值得被我针对。哼，我知道你平时当大佬当惯了，喜欢混培训费，现在被我这个无名小卒质疑了，心里很不爽吧？还以为你多有骨气，原来也是个输不起的。江小媛，你是没有优越感就活不下去了吗？江小媛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一点。凭什么你觉得给了我钱我就该给你低三下四？你是没有优越感，你活不下去了吗？你拦着我，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优越感被人践踏，发现自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吗？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你了解我吗？你朋友在那看着，你跟我这么吵，不怕难堪吗？
优越感，优越感，我就是相信自己能把事情做成，不行吗？我还是大小姐的时候，全国顶级化妆师都得排着队给我服务的，哪个不是夸我审美好，悟性高，哪个不是争先恐后的要教我几招？等着看吧，只要我江小媛想做的，绝对没有做不好的。还在生气？没有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出来吃夜宵。哦。帅哥，一个人啊？我跟里面那个人一起的。哈，那姑娘，哎，来了半个小时了，逮着个人啊，就给他画眉毛。你再不来啊，我这店可就没人给他画。哎，看我这眉毛，怎么样？帅吧？怎么着？我吃饭自己迟到这么久？路上耽误了一会儿。你等我一下啊。马上就好了。你比较适合这种圆眼的画法，你看看，好看吗？是挺好看的。哎呦，你男朋友都来半天了，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哈。哦，他不是。怎么不接陈方舟电话呀？都找到我这儿了。你不说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干嘛跟他告我的状啊？你不是被人家赶出来了吗？我得赶紧通知他换个人去上课，免得影响之后的试运营。他赶我，我就得走啊？公司都交了钱的，我得学呀，不蒸馒头还得争口气呢。你笑什么？你赶快跟他说清楚，用不着换人。行了，骗你的，我没跟他告你的状。嘿，你这人，是你自己忘了跟他报平安，他有点担心你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我好的人就是陈方舟。我接到消息，说钟主任还在 ICU 里没有醒，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但昨天的事情，警方已经介入，很多消息已经被全面封锁。我看昨天他的事情，把你吓得够呛，赶过来跟你说一声。嗯。等人醒了，我再去了解情况。我来喽，吃好啊！快趁热吃吧啊！吃完了再好好练。我看你削笔的时候，把手都削出口子了，小心点儿，别发炎了啊！哦，谢谢老板娘。不客气。你先吃啊，我先去给陈方舟打个电话。吃完我还得去练眼线，省着明天那谁又刁难我。
死乞白赖不走了？你昨天说不想看到我的脸，没说不让我上课。今天叫画眼线，江小媛。你上去坐吃饭。你这眼线画的像狗啃的，你就不能丝滑点吗？重画。外线太粗，重画。你这晕染也太不自然了吧，重画。重画。来的正好，快进来。这是我的密宝斩男妆，底妆讲究轻薄通透，唇颊要自然红润，眉毛要根根分明，整体看上去不失清纯，暗含诱惑力。怎么样，诱惑到你没有？我给你点了外卖。就本姑娘现在这水平，不信明天讲过还让我重画。你这层次有点不太够啊，再去修一下吧。
我记得小的时候，这里有很多冰淇淋车。要是我难过了，我就会过来吃一个冰淇淋。如果我不想回去的话，我就会在这儿坐一个晚上。那你家里人不找你吗？嗯，不找。我爸常年不在家，我妈呢，在医院值班，没工夫管我。就算我到天亮了都没回去，他们也不知道。这点我倒是跟你一样，我家也是。我爸常年不在家，我妈多半都住在实验室。那你朋友多吗？还行。那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虽然在那个世界有很多朋友，但是他们大多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跟我玩，其实心里都没把我当回事儿。我知道的，除了瑞瑞。看来你在原来那个世界里过得也不怎么开心。开心吗？好像是开心的。我在那个世界里什么都不缺，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。亲人啊，朋友，有一个人问过我，他说：“你有没有想过你活下去的意义？”我没有回答，我不敢思考这个答案。其实我来到这里，感受到了很多很温暖的东西，也学到了很多。可是我就是想回家，说不上来为什么。即便眼前这个世界上，好像和之前的没什么不一样，可是那些细小的、微小的、可以证明我存在的东西，都消失了。然后我就会发现，这里不是我那个城市，我不属于这里。他们只是有点像罢了。在这儿等我一下。你去哪儿啊？马上回来。虽然冰淇淋车不在了，但至少有些东西是一样的。谢谢。无边的黑夜。
You want